You're so lovely, you're so pretty, you're so lovely, you're so... Hey, 我是小 K， 我今天要来恶整我的男朋友，因为他昨天回去跟他家人去别的地方玩了，所以我今天要来恶整他。我的计划就是我会去花店买花，然后是假装别人，假装是我同事，男同事送给我的，对，然后有点小吃醋，那就先去买花吧。还特别买了玫瑰花，这样比较感觉有点暧昧的感觉。现在先来整理一下。我被拦截了。Hello。哦。哪里有卖花、啊？这是。他骗我。谁？你？我哪骗你？我被半路拦截了。你知道我原本想要干嘛吗？整我？不是，我去买的玫瑰花是男同事送的。然后看你会有什么反应。结果你就先给我。我给你演一段。啊？这是什么？干嘛？就现在是要拍结尾是不是？嗯。那如果真的有人送我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有人送你，拿去丢。拿去丢，对，拿去丢，折断啊！那你为什么？我说你为什么要收？对啊，我就不会收的人啊。你还收？我都没有收，我自己花钱买的。那你为什么带回来？就是，你为什么要自己？有啊。你不要刚以为你在市场哦，就那个卖鸡卖鹅那个地方。我已经吃完，不知道多久。然后我小跑步过去。你要走路的、哦。我跑过去啊。你要走路。我跑过去啊。你要跑的。然后发现，结果你在那边、哦，我在逛小北。哎，先停到这边。哦。我就问说要不要去找你。哦。你就说好。这是什么？我是开玩笑。谁让我一转头就看到一个人在跟我挥手，这是有小笨蛋。珍珠绿茶汤怎么样？好，可以。哦，它湿湿的，它可以用一个。它这有香味吗？没有。那玫瑰它身上有刺吗？有啊，你看你摸啊，这里都刺啊。哦，真的。它只是没有大根到让你啊，是不会痛的那种。有些玫瑰的刺是很大根，是这肉也看不到，是那种刺过去真的会痛。我们来拍照好了。可是我还有煎包啊。因为我去找你，我才发现有这一家的。